端午节连假即将到来，下周一将休市一日，台股今日陷入震荡，台积电带头下杀，中场跌44.32点，收21,858.38点。台积电昨日大涨逾40元，一度冲上899元历史新天价，但今日股价拉回，中场跌15元，在879元。电子全指股涨跌互见，鸿海收平盘177.5元，联电涨1.66%，收55.1元。重电族群走强，华晨大涨逾8%。中兴电涨逾9%，亚力涨停收118元，美股道琼上涨78.84点，或0.20%，收38,886.17点。S&P 500下跌1.07点，或0.02%，收5,352.96点。NASDAQ 下跌14.78点，或0.09%，收17,173.12点。费城半导体下跌45.76点，或0.86%，收5,301.68点。